谢谢了。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我真不知道如何感谢你。你我之间还用分得那么清楚吗？再说，帮你也是帮我自己。自从镇东帮成立以来，很少看到你笑，是为了柳小姐。菊池，时光。 我一下失去了两个最好的朋友。世光只是暂时不理解你，而柳小姐，她一直都不是你的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人的命运都把握在自己的手中，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活下去。 可是没有想到，我的坚持会连累这么多人。不管怎么说，你的坚持是对的，至少你没有输。那是因为有你帮我。因为我说过我会永远支持你的。总之，做人最怕的就是没有信心，你千万别泄气。 我不是没有信心，我只是茫然，找不到方向。或许是吧。永贞，你肯不肯听我一句话？ 我觉得。 在短时间内，要尽可能地扩大镇东帮，加强自己的实力，锄强扶弱。你要让所有的人知道，你成立帮会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。
捉马永贞当然容易得多，但问题是少帅已被这个段冷翠迷得神魂颠倒，可不敢轻易得罪啊。这件事想是可以，做嘛万万做不得呀。如果留下什么把柄，你我可就大祸临头了。我薛长春偏不信这个邪。看着啊，动手要快！啊，再来一次！来，马大哥。哎，你来了。看来你的弟子又多了不少啊。我都快忙不过来了。你再忙，我的忙你也得帮吧。那当然了，你说有什么需要我帮你？这是我朋友小勇，他一直很敬佩你，想来跟你学功夫。马师傅，我叫刘勇，我想跟你学功夫。看来你这个朋友是个习武之人。永贞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马师傅好眼力，先父生前曾教过我一些粗浅的功夫。小伙子，我看你进来的时候步伐轻盈，下盘很稳，一看就是一个习武之人。看来这次没有来错，可是不知马师傅肯不肯收下我这个徒弟。锄强扶弱便是我们镇东帮的宗旨，只要你能够立誓永远遵守这条帮规，你就可以成为我们镇东帮的一员。你能做到吗？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如此。好，镇东帮欢迎你。小勇以后就交给你了。你放心，我会替你看好他，而且我看他是一个练武的好苗子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送你出去。好。我先走了。好，路上小心。嗯。冷翠，冷翠，你怎么样？我，你挺住，我送你去医院。活动的时候小心一点，注意别碰到。吃完药之后感觉如何？头还是很晕。嗯，幸好中毒不深，而且送来的及时，不过最好还是留院观察几天吧。谢谢。嗯，永贞，谢谢你。在刀上未毒，这分明是想置你于死地，到底是谁下这么狠的手？冷翠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是谁干的？把人给我找出来，老子一枪崩了他。段小姐是在我武馆旁边的巷子里遭伏击的，因为蒙着面没有看清来人是谁。在你武馆旁边的巷子里？你还好意思说在你武馆旁边的巷子里？冷翠要不是去找你，能发生这种事情吗？子祥，不关永贞的事，要不是永贞，我现在恐怕就没命了。我一定要找出凶手是谁，这件事情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其实
背后主使，我大概也知道。虽然我不敢肯定，但也能猜出个大概。我来上海时间不长，也没跟什么人结下恩怨，而且熟悉我的人都知道，我算是大帅府的客人。那么，有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想要我的命呢？看来是我连累了你，我看全都不想活了。我现在就去收拾那两个王八蛋去。子祥，你先别冲动，我只是猜测。而且，就算你现在去找他们，他们也不会承认的。那怎么办？这件事情绝不能就这么过去，不可能。少帅说的对，不管是不是他们做的，也要弄清楚，以免以后再发生这种意外。马永贞愿跟少帅一同前去。用不着你，我自己去。我堂堂一个少帅，我就不相信镇不住白家和五湖帮。哎，少帅，毕竟事情发生在我镇东帮门口，而且这件事情也确实因我而起，让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全都是饭桶，十几个人啊，连一个女孩子都对付不了，还有脸回来见我？老大，我不要听你解释，我要的是段冷翠的命，明白吗？薛老板，段小姐遇袭的事我可听说了，这不会是你做的吧？你不做，我再不做，这件事情难道就这么放着吗？做没有问题，可是要做成啊，现在闹成这样怎么收拾啊？谁知道半路上杀出个马永贞？哼，这次算着小丫头命大，下一次我绝对要了她的命。下一次？你还想有下一次？我看你这次就没法向大帅府交代了。白老板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想去大帅府告发我不成吗？白老板，你别忘了这件事情，我可是和你白老板合计过的。哎，薛老板，我跟你合计是要对付马永贞，可没跟你合计杀段冷翠呀、啊！你息怒，息怒！我不是要告发你，可这件事就算没人说，但是别人也一定会想到是我们两个做的。这么大的上海滩，敢动段冷翠的，除了你我还有谁？哼，反正做都做了，现在说这些还有屁用。老大，大帅府来人了，请您过去一趟。少帅，马帮主也在啊。少帅，这么急着把我们叫来，不知道有什么事情？你们自己不知道吗？啊，请少帅明示。今天下午，段小姐遇袭的事情，别告诉我你们不知道。什么？段小姐遇袭，受伤了没有？现在怎么样了？少跟我装蒜！少帅，你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上海滩除了你们两个人之外，谁还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动段小姐？少帅，话是没错，可是我们跟段小姐无冤无仇，
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害他呀？再不承认，我一枪毙了你！少帅，你别冲动，走开，没你的事。少帅，我今天就是要冲动冲动。少帅，少帅，我等既知段小姐和少帅的关系，怎么可能乱来？这中间一定另有隐情，还望少帅查明以后再说吧。我不管这件事是不是两位做的，但今天咱们当面把话说清楚。段小姐，这是我的朋友，与镇东帮无关，就算有什么恩怨，也不要牵扯到她。听到没有？我告诉你们，以后你们要打要杀的，有本事找镇东帮去，别把冷翠扯进来，否则的话，五湖帮、白家、镇东帮，我不让你们有一天好日子过，我带兵剿了你们的仇。爹，你没事吧？爹能有什么事？我刚听唐彪说你被叫去了大帅府，正担心你呢。放心吧，那姓卢的小子不敢对我怎么样。爹，话虽如此，但是我们要多加提防，毕竟他是卢大帅的儿子。那姓卢的小子手上虽然没有证据，但是他一口咬定是我们干的，这祸根算是种下了。爹，依我看，马永贞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，只要不把他逼急了，他是不会主动挑起事端的。小爹，你涉世未深，有很多事情你不明白。你想想，如果马永贞真的没有野心，他成立帮会干什么？我听说他成立帮会的目的只不过是想保护闸北，对付薛长春。他现在是根基未稳，当然会这么说，等他将来有了实力，那可就说不好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觉得马永贞也比薛长春好，至少他很仗义，不欺凌弱小。哎，爹，不如我们跟马永贞定下一个井水不犯河水的协议，和平共存，这样岂不是皆大欢喜？小爹啊，这可不像你嘴里说出来的话啊。你从小可就喜欢打打杀杀的，怎么为了个孙医生连性子都变了？爹，你又乱说。冷翠，你来了。我看你的气色很好，恢复得不错。他们想除掉我，没那么容易。是我连累了你。我既然肯帮你，就从来没有怕过他们。永贞，我觉得是时候了。什么？我是说，我觉得是时候了。什么时候？向五湖帮，向薛长春，还以颜色的时候。不论是薛长春，还是白来历，他们都视你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不出不快。如果你再不主动出击的话，就只能坐以待毙了。永贞，路已经走到这里了，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你，退是退不回去了。如果不进，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刚成立起来的镇东帮就这样被他们打垮吗？
是我根本没有想过跟他们斗，我只是想让闸北的老百姓不受欺负，过上安稳的日子。我不想跟那些帮会争什么抢什么。永贞，难道你到现在还看不明白吗？相安无事那是不可能的，否则我又怎么会差点送了命？冷翠，我答应过我娘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一定双倍奉还。可是无论是薛长春还是白赖丽，他们在上海滩的势力都很大，而镇东帮刚刚成立，我拿什么去跟他们抗衡？你一定听过三国的故事吧？听过，小时候常听我爹给我讲。如今的镇东帮、五湖帮还有白家，就好像当年的魏、蜀、吴三国一样，想要和平共处那是不可能的。为今之计，就是要联合其中的一方，将另一方击破。联合一方将另一方击破？对，五湖帮一心想要夺取闸北，所以现在对你威胁最大的就是薛长春，而你可以选择在这个时候联合白赖丽灭掉五湖帮，等把薛长春彻底铲除之后，再慢慢想办法对付白家。一定要这么做吗？一定要和他们争夺势力吗？如果我这样做，那跟白赖丽、薛长春他们有什么区别？永贞，你要想明白，你争势力抢地盘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的目的和他们是不同的。到时候如果你成功了，不光是闸北，全上海滩的人都会感谢你。还有柳小姐，我想她一天都不愿意待在大帅府里。难道你忍心眼睁睁地看着她这样熬下去吗？哎，永贞，啊，孙医生，你来看段小姐。是啊。怎么样，最近有没有人找你们镇东帮的麻烦？我也不知道，其实成立镇东帮本身就是个大麻烦。想要做大事，最关键的就是迈出第一步，离这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，剩下的就是无论你遇到什么大麻烦，都必须要坚定自己的信心。可是我没有想到会走到今天这样。刚刚段小姐跟我说要我联合白家先灭掉五湖帮，我怕这样仇杀下去会永无止境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，我们国家本来就处在危难之中，可有些人还却偏偏在这个时候窝里斗，这岂不是让亲者痛仇者快吗？除非别无选择，否则我不赞成用武力来解决问题。而且中国人打中国人是我最不想看到的。孙医生，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小蝶，小蝶。爹，你来了。王妈说你找我是吗？我知道了，约了孙医生吃饭，那你们两个吃就好了，爹在旁边不是会坏事吗？爹，今天是我跟孙医生请您吃饭，而且还带来了一个客人。哪一位啊？我现在不告诉你，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好，白老板，白老板。嗯。白老板，这是我跟永贞的一点心意，请收下。黄妈。
来我这里吃顿饭，何必这么客气啊？应该的，白老板。永贞冒昧拜访府上，还望白老板别见怪。想必马帮主到我这里来，一定不是吃顿饭那么简单吧？确实，我这次来是有件事情想跟白老板商量一下。当了帮主，语气都不一样了啊！有事商量，好啊，单讲无妨。俗话说得好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我是希望能与白家达成和解。马帮主，你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我白家和你镇东帮无冤无仇，又何来和解一说呀？啊，白老板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不如这样，我们镇东帮和白家达成一个互不。是真心希望能够化干戈为玉帛的，白老板。爹，老大，老大，什么事？这么慌慌张张的，有兄弟看到马永贞去了白家了。马永贞去了白家，去干什么？不知道，不过进去大半天了，一直没出来。老大，如果不是白来力挺他，他是不会自己登门的。我看这里面一定有蹊跷。你的意思是，白来力背着我要收买马永贞？没错，上次镇东帮的事明摆着有大帅府的人替他撑腰。哼，白赖利这个老狐狸眼看搬不动马永贞，从而收买，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。岂有此理，白赖利这个王八蛋说什么要把马永贞连根拔起，到头来却背着我收买他，是明摆着要跟我对着干。怎么这么晚才来？马师傅那儿有点事儿，耽搁了。他去找过白赖利了吗？去了，跟那个孙医生一起去的。谈得怎么样？刚才帮里马师傅说的就是这事儿，以后镇东帮和白家井水不犯河水，和平相处，白赖利已经答应了。白赖利是个有脑子的人，他现在答应不代表以后都会答应。如果真出什么事儿的话，他随时都会翻脸。那怎么办？只要在咱们办事之前不出乱子，我不怕他翻脸。薛长春那边怎么样？你放心，我都按你的安排去做了。马永贞刚一进白公馆，就有五方的人回去报信了。这下可有薛长春琢磨的？段小姐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？就在今晚。
你交给我的事情我已经查过了。老大，老大，出什么事了？被打了。老大，怎么回事？咱们好多厂子档口全被人给砸了，兄弟们死的死，伤的伤啊。什么？啊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呀！白了你！薛长春，白了你！你今天说什么？你要给我一个交代！薛老板，这大清早的，你让我给你什么交代啊？你不要给我装糊涂！你勾结马永贞，砸我的厂子，打我的人，你说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没错，马永贞是来找过我，而且和我确实定下了协议，从此以后大家互不侵犯。但是我并没有和他联手对付你啊！啊！你当我薛长春是三岁小孩子，我会相信你吗？如果不是你白赖丽在背后给他撑腰，他马永贞就算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他也不敢砸我的场子，砸我的人。薛老板，我在上海滩也算是有名有姓的，如果是我做的，我会不敢承认吗？哼！况且马永贞来找我是什么事，我都告诉你了。我犯不着有什么事情瞒着你。好，我就相信你这一次。还有，联手铲除马永贞的事情，你说过的话还算不算数？多此一问，刚才老板不是说了吗？已经和马永贞定下协议，互不侵犯。你，好你个白赖丽，亏你还是个一帮之主。薛老板，你这句话我不爱听。我白家做什么事情用不着别人来指手画脚的。好，既然你白赖丽做初一，就休怪我薛长春做十五了。走。你们几个这几天一定要加倍小心，提防着马永贞前来闹事。是，老板。后面的储物室爆炸，肯定有人放了炸药。这个马永贞欺人太甚了，我现在就带兄弟们去找他。走。等等，老大，这件事不一定是马永贞做的，他如果真想找五湖帮的麻烦，不会用这么卑鄙的手段。什么？老詹，你跟马永贞的关系还真不一般，这么了解他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你心里明白。你怎么？你好了，还嫌这里不够乱吗？就知道窝里翻。老大，这口气实在是不能忍下去了，这不是让人看咱们五湖帮的笑话吗？老大，兄弟们跟我走。等等，老大，吩咐各堂口的兄弟们
守住自己的地盘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我自有主张。嗯。明白。好，知道了。爹，出什么事了？薛长春的舞厅被人炸了。昨天他的场子刚被人砸，今天舞厅又被人给炸了，他可真是够倒霉的了。哎，爹，不会真的是咱们干的吧？当然不是。但我也不认为是马永贞干的。嗯，我觉得也不像是他干的。可是还有谁跟五湖帮过不去呢？这里面定有蹊跷。嗯，爹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静观其变。你这个总巡捕是怎么干的？租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要负责。两天之内，你要给我一个交代，把惹事的人都给我抓起来。见见鬼，见鬼，见鬼！林氏先生，薛长春要见。你皮雅先生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。你肯定这是马永贞做的吗？就凭他马永贞还没有那么大的胆子，他砸的都是我的场子，如果不是白来丽在背后点头，他也不会如此胆大妄为。那你想怎么做？先杀马永贞，再除白来丽。永贞呐，现在外面所有人都在议论，说是五湖帮的场子是咱们砸的，这可怎么好啊？师父，会不会是白赖丽暗中对付薛长春，故意栽赃陷害咱们呢？我跟白赖丽
刚刚签好了互不侵犯协议，他没有理由这么做。师父，白兰丽是什么人？老狐狸！他们明里互不侵犯，背地里惹怒薛长春，然后再借别人的刀杀你。不管怎么样，薛长春不会这么轻易罢手。如果他找上门来，以我们的实力根本斗不过他。